己还不下来啊？好了，不要开玩笑了，走了。昨天这些小朋友是里面的足球队，在这边训练，啊，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来滑水，这样子啦。因为我到这吼已经住五代啊啦，我那做我那台就住你家，啊，我到这已经住七十年啊，唔捌拄着啦。真的雨下的非常的大，啊，我也是尽量在雨内哈，每天都固定好几次的巡视啊。我昨天市长也很关心安全的问题，有没有？特别打电话说啊，里面哦加强巡视啊，宣导防台这样子啦，那个排水沟。四月底才清过，清过施工所每年都四月底会清沟，哦，啊五月份会消毒嘛，因为怕真隔热什么的哈，哦，啊清过之后，啊因为这几天下这个暴雨啊，也没有办法。